索尔，对上，无色。我会以荣耀作战，为了末日锤。为了末日锤。圣光会护佑我。我不会原上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比较麻烦。看有没有能力因这关解了我的元素，如果是用锤去打法我一下我没办法，我想想那就要等下一个 combination。 165米手没意思，卷帘风暴可以接受的，但是两只来说好像有点晒。有魔杖呢就可以另计了。玩听四 gods， 我都有魔杖。可以选择闪电剑，电死佢，然后可以出闪电风暴，定系扣牌？我谂出闪电风暴好啲，跟住呢只元素就会喺度。完工了。你别的谁懂。很麻烦沉默。再放两颗小针。要选择抽一张牌，但系换咗我定系打死我每只人，咁佢都系打死我哋每只。即系反正抽一张牌冇意思啦，佢哋。呀，你始终都会死。哇，好多抽牌啊！如果打死晒佢，我抽两张牌。生物的魔杖，我再一下，闪电风暴，我系要抽两张牌，冇办法。呢张系一张好牌二一，抽张牌，细牌嚟讲，明白。你这红心，剑无虚发，拣解嘅啦，而家呢一刻，佢冇更加好嘅选择。
前来报道。练 cos 个阿蚊坦系紧要啲，除非佢有加四加四啦。咁就麻烦好多。抽咗佢而家手头上五张牌，七 cos。嗯，有啲麻烦。喂喂喂，爱叫鬼机。保安官啊，金卡保安官，厉害。死亡后加入啊！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抽牌，真的要解决。有需要的方式组成，没错。可以火石组成，然后火石组。你绝对需要死死佢，太过夸张啦！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。好密，呢个有盾嚟嘅，坦嚟嘅打佢嘅时候，唔接盾睇下咯。刷狼准备出击。前只二一二一只坦，唔系喎，唔光明牺牲你个落场。净化太阳极，呢关要大咗。如果唔系佢加，佢用到杯石，咁麻烦。哇，正之剑，我下关系打十五点伤害。三四啊嘛，点多场？人打一啊！一只蛋，终于打，咩？秒杀，撞一发。有翻落场，劲！咁多呢个秘密啊！玩得不错，啲牌，啲牌顺翻啲就好啲。索尔，对上安杜因。嗯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为了末日锤，火焰松。
A stingo. Some nut.又是大牌又出现了，现在不多大牌的柠檬柴，三张大牌，两张在这里，加一张火元素。哎，这两张一起出现，还要在手，厉害。谁受了伤啊？是谁受了伤？金牌啊！如果沉默下去，唔可以话于事无补嘅。但系趁我而家未有目的于身，因为出到任何嘢，佢都追我噶啦。都好用嘅，其实三血，食佢一两滴血先，再谂。一定要靠閃電戰或者靠其他法術牌嘅，呢一刻唔係一個好嘅選擇。嗯，石化武器係一個好嘅選擇。元素啊，一定要敲啦！绝对需要啦！而家三棵树喺度留啲乜嘢？试一试佢，四棵树，冇 heal， 冇出任何牌，佢等我，等紧我摆多啲嘅牌喺墙度。我想点？好难明白。我要考虑一下，把呢两 course 嘅值唔值得啊？咩？我都要扣翻少少牌。嗯，做咗暗元神，咁卡，定啊？呢只咁样，好元素啊！好耐冇见过嘅嘢。照道理，下班我要出土元素。如果佢有暗元素嘅话咧，就应该冇咗我嘅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你。嗯，系一个好，系要咁样玩佢。没错，我会绕实佢闪电战。就啱啱叫佢 reset 咗，查啦五哥先系土元素，一系大地震，必再谂其他嘅道理。除非有其他嘢抽到翻嚟啊！我要考虑一下，或者出督军，但而家仲有。打我人，六分啦，剩咗三隻。让黑暗来临吧。咁当然啦，呢只我觉得可以出。暗元素打先喎，
三十三 boss。哇哦，原来系咁样。要自己。嗯。我吹到火舌头发，打去九点先。真理是我的盾牌。嗯，那应该火舌头发。再说阿全也打，真理是我的盾牌。重要。嗯，真的麻烦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。好的，老兄。不是不是挨到啊！唔俾佢精控都冇用，又嘲讽你呢啲豺狼人。玩得不错。你打败我，谢谢。经过头先的连败之后，终于 pick up 翻头先输咗嘅嘢，终于赚翻十倍。